欢迎来到快乐宝贝儿卡通启蒙简笔画，小朋友们快来看，我们的土地生长出了新的果实，火龙果。我们先画一个叶子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旁边还有一个叶子，在这里画上一笔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叶子顺着下来到这里，我们这个叶子是长到这里的，出来了一点点，哎，然后过来，然后画它这个叶子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我们顺着这个位置，我们继续下来，我们这个叶子长出去，从这里出去到这里，这个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长出来的叶子，细细的长长的到这里，到这里就可以了，顺着这个位置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叶子，我们从这里到这里上去，长到这里之后我们把它垂下来，到这里顺着下来到这里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这里连起来，大叶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从这里画到这里，然后这里画下来一笔，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顺这个叶子的位置，我们一笔把它连起来，我们从这里上去，再连下来，连到这里，我们把它收一下，我们顺着这个叶子的位置，我们把它往回收一些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一边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小叶子，长得很小，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再画上它的一个叶子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到这里下来之后，它整个是下来的一个状态，到这里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连起来，我们到这里，这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叶子的位置，这个叶子挺大的，到这里连到这里，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个叶子，从这里开始到这里，这个叶子的头从这里开始下来是弯曲的，到这里，然后呢到这里就可以了，火龙果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叶子包裹着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去下来，在这里这个叶子收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们再来一笔，这个时候我们这块还有一个叶子长出去的，我们把它画起来，我们把这里封起来，顺着它的这个造型，我们在这里画上一笔，我们火龙果在这里就开始收了，画一下这个叶子比较肥胖，比较肥一些，肥大一些，画到这里，这个时候我们叶子的位置再下来，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叶子跟莲花瓣一样，画到这里出一点点头，然后这一笔过去回来到这里，然后马上就要收尾了，我们顺着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收起来，连到这里，我们这里还有叶子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画一笔一个叶子，然后它又胖一些，再回来一些，这里还有一个叶子很小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画上一笔，然后呢这里也凸出去一点点一个小叶子到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就可以连起来了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对，一下，我们把它画上，沿着它这个地方下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火龙果的造型就完成了。